张柏芝在晒全家福，小儿子长相实在让人无法忽视。某网友像谁我就不明说了。张柏芝跟谢霆锋离婚后独自抚养两个儿子 Lucas、Quintus。不得不说这两个儿子长得真是帅，不愧是有良好的基因。不过近日他在晒他与儿子的合照，网友赞帅之余也纷纷说真的好像关 C 哥。图网路，大小儿子真的都很帅，可是小儿子真的令人无法忽视 QQ。不禁让我想到之前这张经典照，图网路，网友直呼孩子不能偷生，图网路。大家觉得有没有像？网友们纷纷留言。儿子很帅，女儿很漂亮，养两个儿子还蛮辛苦的，外人不要猜测太多，人家过得安稳就好了，我们外人就别再打扰人家了，好像不用过度猜测，过得开心就好了。只能说要不要去验看看啊，真是想太多了。酸民喜欢看热闹，孩子不能偷生啊，哈哈，公众人物就该以身作则，既然要赚这明星财，当然也要担起当明星的风险与苦处。一个美女偶尔也会想收集全世界的优良基因的，人家的生活不用多去讨论。